近年将工作重心转移去了内地的文咏珊 Janice Mann 长居在上海。日前他搭地铁去机场的时候就被网民捕获，网民拍的片都见到 Janice Mann 自己拖住个夹入闸，上地铁之后就静静地站在角落位置，期间有 fans 跟他倾偈，他都表现得很亲民，有讲有笑，毫无架子。而他一身的汗头亦都引起网民关注，他穿着的牛仔褛、手袋和鞋都是出自于名牌 Gucci， 只是牛仔褛和手袋就售价约50,000元，而行李箱就是出自 LV， 售价约30,000元港币，再加上鞋、衫、首饰等，估计 Janice Mann 一身行头就超过10万。2019年10月 ，Janice Mann 同富三代男友吴启南正式拉埋天窗，嫁入豪门的佢荣升做过亿富太。不过事业心重的佢就拒绝做少奶奶，婚后长住在内地继续努力工作。